有没有赢？有没有赢？来，来，好哥，你长个了，你看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哥，你自己看，你长个了，你看，他长个了，好烦啊！这个是开工大红包，哇！马上又要开录新一季的这个王牌了啊，小宋，大家都说，反正最近的这个综艺感觉啊什么的越来越好啊，是吗？啊，对新一季的自己还有什么更多的期待吗？比如说在某些领域，更加的成长。某些领域，才艺表演越来越好，才艺越来越好，就歌舞的舞台会越来越棒。那些你参与的拉胯的游戏环节呢？继续拉胯，继续啊，这属于他的风格。如果这一季你在舞台上可以实现一个最大的愿望的话，你会想实现什么？看着年轻人，淋一次水。好，所有的朋友，今天第一期录制，没有淋水吗？有充足的淋水环节。我告诉你，小宋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满足你这个愿望。我就满足你。好了，稍微调整一下，我马上就要开始录制了啊！一会儿见啦，一会儿见。让我看看，哎呦，哎呀，天线宝宝。真的瘦了之后帅太多了吧。小童，你太适合这种。小童小脸儿完还瘦，就是你的身材基本上就只有假人有。对，是吧？我说对吧？太完美。对，太完美了。谢谢腾哥，以后在台上也这么夸我就更好。再发挥早点，一会儿上台。啊，上台的发挥早。很难的锅，就一口锅一直顶着。哎，我在想你这锅是他们做旧的还是谁家真的做的？还要还是吗？都是谁家？今天早上还用了，真不是真煮成这样了。哎，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摆造型，结果门没有拉开。